老了。没有想象过。看兄弟们以前小时候照片，我觉得特别的可爱好玩，老了从来没见过。头发白了，然后有皱纹。我很期待自己老了呀，我很期待自己到60岁或者70岁的样子。哎呀，老了老了，闭目养神啊！哎呀，我现在可是2050年的自己了。77岁了，人到70古来稀啊，都将近80岁的人了，他们什么时候来呢？我刚开完演唱会，67岁的演唱会啊！我以为，你那开完演唱会你还能蹦的吗？我刚奔完，刚奔着阳光彩虹老白马，滴滴答腰闪了啊！滴滴答腰闪了啊！我看你67，我现在特像你妈，我是老头的脸，老太太的头发啊，不是，就头发烫的还不错，都是卷的。你看我老了还这个可以，是吧？您现在特别像那种名画里走出来的人，我觉得我77头发也不至于白成这样，但是发量其实很够，就很棒。我觉得节目组已经很靠谱了，是吧？没给咱们准备那种，就这头发已经稀到就是那种感觉。那你对自己的造型满意吗？不满意啊，谁愿意变老，对不对？我希望我们的造型老师能把我画成王一博，这才是我的愿望。韩哥，您都已经200多年了吧？这是没有，这是我70多岁了，70多，2050年。你这啊，我还行。你看这歌，我怎么老了还这么好看？这歌，老年精品嗨起来，倍儿老，真的倍儿老。是，我看看您这个哇，20代天津小兄弟了，桃李遍天下了啊，已经上月球录节目了。哇，厉害厉害！哎，你如果真的67岁，你觉得你会干嘛？我67岁我会干嘛？我待着呗。我不知道，我但是我觉得这个写完之后我特别感动。如果我能到67岁还能去演出，还能有人来，我就感觉特别的欣慰。我到67岁还能引起全场大合唱啊！这个简直像梦一样，过了30年还有这样的生活，我简直太幸福了。反正我希望我能写到老。67岁，下面有一77岁老头在下头看呢。对，这帮老哥们、老头了。对，一堆就陪伴好多年的。不过你这个还好，现在好多00后、10后都喜欢听你的歌，你就得保持状态。我借您吉言啊，一定保持状态。我们现在等一下一博呗。一博应该是那种。哎，来了！哎，来了！我觉得不像。那你觉得你30年后应该是什么样子呢？可能是我爸年轻时候的样子吧，床上。